一般的肠绞痛的处理办法就是你要分析它的原因，根据原因去处理。比如说，如果说是因为，受凉啊引起的肠绞痛，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按摩、热敷来缓解它。如果说是因为，腹泻，这孩子同时伴有腹泻呀、呕吐啊，在胃肠道有问题的情况，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，可能要进行相应的抗感染对症的一些治疗。真正的肠绞痛，就我个人在门诊，接诊的这个情况看，其实发生率并不高。如果一旦发生，大家要高度的重视有没有病理的情况。